本来是有约定见面的，结果那个媒体一出来说什么郭台铭要并购台湾民众党，所以我们的幕僚大家都吓到了，想说哇，在这个时候见面，那我们的台湾的，不要说所有的媒体了，至少一些媒体都很喜欢夸大，你知道，一定会大做文章，所以大家想想算了，这个时候先不要见面了，等到风头过了再来处理。其实哦，捷运是这样的，我们有没有做这种非常清楚，因为包括我在任内那个板南线最后一段的到顶埔，那个也是我们盖的，信义东延线也在盖啊，还有另外我们。其实我们在我任内，其实我们主要台北市捷运局是反而到新北去帮他们盖捷运，因为当时新北捷运局还没有效去盖，像环状线的中环段就是了，所以我倒觉得这样。不过我知道了，选举到本来就会攻防嘛，啊，不过不要离开事实太远就好了，我们要相信数字嘛，从统计上来看，他民众党在浊水溪以南本来就他的支持度比北部低一些嘛，所以当然就是要表示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开阔。